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您老伴儿心情能好吗？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张大姐的儿子，名字那绝对是响当当的。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晓明哥，大家来一场特别的 T 台秀，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欢迎来到由买好钻超划算的六贵辅助宝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央电视台开门大吉，我是尼格买提，欢迎每一位朋友，欢迎大家，谢谢，谢谢各位的热情。俗话说得好，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今天的开门大吉很不一样哦，我们请来了三位举世无双的大宝贝儿，首先为他们加加油好不好？实现家庭梦想，一起开门大吉！欢迎各位。马上要上台跟大家见面的这位宝贝，他是谁？来，我们掌声欢迎他出场。戴金荣，对吧？欢迎您，欢迎您来到开门大吉。小新，您好，做一下自我介绍吧。大家好，我是穿衣工阿姨戴金荣。穿衣工阿姨戴金荣。对，大家可能有一个大大的问号，什么叫穿衣工？哎，您的梦想是什么？我的梦想是，第一个是想让我的阿姨在你们这个大舞台上走一次，哦，因为我们老是看模特们走。还有一个梦想，就想给我的团队每个阿姨，就是能做一套带自己 logo 的那个工作服。啊，哦，大家想知道穿衣工是干嘛的吗？就是在各大服装秀上面，在幕后帮这些模特穿衣服的，这个工作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他们真的是无名的英雄。还有一个梦想，我们也帮助您尽量实现它，好不好？谢谢。来，全场的朋友们，实现家庭梦想，一起开门大吉。对，如果说您能够打通关，打到第八扇门，打开它的话，除了30,000元之外，还有一颗由买好钻超划算的六贵福珠宝提供的1克拉的荣耀之钻。好，来，第一扇门，请按响门铃，加油。我好紧张啊。放松。我知道。您还紧张吗？我知道。特开心啊。开心。好，什么歌？亲密爱人。确定吗？确定。到底对不对？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没错，亲密爱人。这高兴。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影踪，只是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爱的路上有你，我并不寂寞，你对我那么的这次真的不同，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就像你一直为我守候。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只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谢谢张丽给我们带来的这首《亲密爱人》，怎么样，漂亮吗？漂亮，太漂亮了，特别好看啊！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1000元。哦，来，耶！跟那些漂亮年轻的姑娘们在一起时间长了，再加上非常快的生活工作节奏啊，戴金荣戴大姐这一直保持自己特别青春的面庞。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能说吗？
戴大姐今年已经63岁了，根本不显啊，都特别年轻。谢谢。谢谢。你当年是怎么走上这个工作的？也是说来话长。当年呢就是下岗嘛，就是厂子不景气，偶尔的一个机会有一个大姐，问我就是可以不可以帮人家去穿衣服，然后她说你去看看吧，然后我说行，那在家待着也没事嘛。第一次尝试的时候我觉得我穿的还可以，没有误场，模特来了换的很快，帮他们系扣啊什么的，可是回到家以后，我就有点第二次不想去了。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在那块儿帮人系鞋就有点心里有落差。对，有落差了。我觉得我就凭什么我过去也是个很光荣的工人呢？我怎么还能干这事儿？然后我女儿也说，其实你在家待着干嘛呀？每天闲着也是闲着。然后我就又去了。结果没想到我干了几次以后，就是越干越爱干，很多导演认可我以后，我就觉得这个活好像给我自己是量身定制的一样，干出名堂来了。对，所以今天不仅要实现梦想，还要争取一次跟姐妹们走 T 台的机会，我们加油好吧。好，来，好，下一扇门请按响门铃，为戴金荣大姐加加油。智能感应健康呼吸，本栏目由海信空调独家特约播出。哎呀，大家都会，像我这个年龄的都会。花篮里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啊一唱，对吗，小妮？对吗？我不知道对不对啊，你得说歌名啊。花篮。啊，对，南泥湾。什么什么什么？谁让你们说的？人知道答案啊。什么歌名？差点说花篮的花儿香啊。这是歌名吗？歌名叫做南泥湾。南泥湾到底对不对？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没错，来吧，我们认识一下这个唱歌好听的小姑娘，名字叫王芳珍，对吧？对。谢谢谢谢，掌声送给她，谢谢。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不错。我在想，对于穿衣工阿姨来说，每年工作最忙的时候应该就是时装周。时装周，对，中国国际时装周，忙到什么程度？一天赶几个场？哎呀，我们的阿姨有的时候都到半夜才能回家，有的时候一宿都不能回家。对于穿衣服要求有那么高吗？对，因为每个设计师他来参加时装周，他的要求是很高的，他的扣子系在第几个，或者是这个裤腿挽到什么高度，然后鞋带是塞进去的呢还是露出来的，这都是有要求的。那个围巾或者胸花或者头饰怎么戴，都是非常严格，都得按照设计师的要求，要求我们阿姨怎么做，我们阿姨就要在试妆的时候，要认真的听，然后穿衣服的时候要严格按照那个设计师的要求做。您做这行干多少年了？我从98年开始，差不多20年的时间。那是不是你也见证了很多名模的成长？对，前几天旅样，然后来北京，做秀，然后他因为他成长的过程中有好多的朋友，就他自己的一起的小伙伴，然后我们结束以后在后台，他们都到后台来看，然后看到我以后就想起了，连李艾都来了，然后见到我了，热烈拥抱，然后呢就说
拜姐，嗯，说我们看到你以后就想起了我们，就好像回到了童年。嗯，你想想我干了多长时间吗？所以我相信其实这个简单的拥抱的举动应该让您感觉到自己的这个工种虽然看起来并不是那么起眼，但是得到了所有人的尊重。对，这绝对是这个时尚产业重要的一颗螺丝钉，对吧？对对对。那行，戴姐，我们继续出发。好，下一扇门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请按响门铃，为戴姐加油。哥，谁喊的？你喊的？谁喊的？啊，小尼，听出来了吗？听出来了。什么歌？春天里，对吗？对吧？我还没说对呢，您就拉上我的手了。不一定。是吗？春天里。啊，春天里。春天里，您这忙着时装周呢。我春天就得忙，所以我。确定。确定。谁的歌？汪峰。汪峰的春天里，对，是吗？您错了，之前的钱就没了啊，连那姐妹们上台的机会都没了啊，这个很关键。应该是对的。汪峰的春天里，到底对不对？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耶，yeah, 对了，还真是。哎呦。那时的我还没剪去长发，好像啊、哦、没有信用卡，没有他，没有二十四小时热水的家，可当初的我是那么快乐，虽然只有一把破木吉他，在街上，在桥下，在田野中，唱着那无人问津的歌谣。也许有一谢谢谢谢唐冉为我们带来的这首《春天里》，恭喜戴姐，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我们的衣服能做一半，能做一半了。哎，刚才戴姐说了，今天有一个梦想，就是想让这些穿衣工阿姨们平时都是在这个幕后忙活的，帮这些模特们穿衣服，平时也没什么机会到舞台上亮亮相，今天就给他们一个机会，好不好？这些辛苦的幕后的工作人员给大家来亮亮相，为大家来一场特别的 T 台秀。太棒了，太棒了，真的太美了。看来平常模特上台以后，姐姐们都没闲着，看着模特们在走猫步，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就等着这一天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秀一把。大家觉得怎么样？好看吗？棒不棒？来，我们把掌声送给舞台上最美丽的模特们，谢谢。是看到他们特骄傲，
绝对的。其实我觉得，就来参与一下，他们也挺高兴了好多天。这也是简单的一个事儿啊，对于这些姐姐们来说，绝对是一个圆梦的机会，一个圆梦的舞台。希望他们在今后工作当中呢，能够有更多像刚才在舞台上那样绽放的笑容。已经接下来是第四扇门，咱们走。加油！请按响门铃，加油！老那么谦虚，老那么谦虚，结果按出来的歌全都能听出来。对，我今天有福气。哎，嘿嘿嘿！干嘛呢？干嘛呢？没人管了是吧？哎呀！还唱起来了，一开始还小声嘀咕，现在就唱起来了是吧？嘿，您听出来？感觉天色不对，最好把雨伞带好，不要等雨来了，见你又躲又跑。轰隆隆隆隆打雷了，胆小的人都不敢跑。无奈何望着天，叹叹气把头摇，叹叹气把头摇，叹叹气把头摇。好，谢谢，让我把掌声送给糖果 girl， 谢谢糖果女孩给我们带来的雨中集锦。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爸爸今天来了吗？来了，来了。他是我助理啊，黄爸爸是您的贴身助理。对，我们的这位黄妈妈的金牌助理来了没有？来，我们掌声有请。他在哪里？在哪？往这看，往这看，往这看。小妮，给你看看什么叫国际范儿的帅哥。好帅啊，爸爸！真的好有气场呀！而且小妮，你知道吗？旁边的几位亲友团，这是外甥女儿、外甥、外甥媳妇儿，这是好朋友，他们都欢欣雀跃地听着这黄妈妈在说，只有爸爸特别酷，拿着国际大导演的感觉，冷冷地看着你们。哎，我们现在不用装了，不是国际，是国际大助理，我们今天知道了，已经被揭穿了，您其实就是黄妈妈的助理是吧？但是妈妈一看就是大美人，年轻的时候美，现在还美，对，当时您肯定是对她特别呵护照顾，是不是？一般吧，一般吧。别说了，你还在这儿？你俩说。刚才在中午我们在吃盒饭的时候，大姨夫还给大姨妈喂土豆呢。现在还喂呢。刚才就是我们在吃盒饭的时候，大姨夫来尝尝。等着我，从来不说我先睡了。有时候我凌晨4点钟回家的时候，他也是那样的，也是在家等着。这样一位含辛茹苦、做牛做马、任劳任怨的贤内助，今天来了吗？来了。我们认识一下好不好？来连线第二现场。但大哥，你说说，你这个是被逼无奈呢，还是心甘情愿呢？这怎么说呢？夫妻就是互相的吧，是吧？首先要想到的是付出。年轻的时候啊，一块上班，一块下班。回到家他躺那儿，我做饭。年轻人就这样，对，是吧？到年纪大了还这样。他不会做。小妮，你学着点啊。不是，我不用学，我跟大哥是一样的呀。大姐主要工作特别忙，这个得问问导演啊。对对对，这是我们的那个王导。王导，你说说这大姐的工作都忙成什么样？工作忙的时候，戴姐家真是全部出动，这是她女儿啊。女儿有时候也是在帮她妈妈做一些很多的我们这边后台的工作。但今儿我们还要做好后盾，大姐不会的时候，咱还得冲上去啊，行吗？好，谢谢，掌声送给亲友团。咱们继续开门好不好？好。下，好吗？真的吗？现在多少钱了？5000了。多少钱了？5000。下一扇门是10000的。对，我还没有那个亲友。求助。对，亲友团还没有那个，我还有一个求助是吧？那走。好，请按响门铃。突然想起来亲友团了啊，来。
像你。哎，我真的没听出，完了，完了。您别呀、啊。完了。没听出来。对、啊。那有亲友团呢？对对对。求助他们吧，好，趁热打铁，连线第二现场。王导，王导应该能。最后的希望就在您身上了。王导听出来也不愿意承认的。太难了啊，大姐，都跟你合作20年了，你不能见死不救啊！我跟你说啊，这是一个港台歌手唱的啊，《爱情的故事》，大姐，你就听我的吧。《爱情的故事》，接受这个答案吗？接受、这个。信任他吗？信任他，因为我一直跟他合作，没问题。信他一回，好不好？对。来，那我们就开了啊。开。到底对不对？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对不对？对了，耶耶，靠谱，靠谱。藏在你的天空，握住他的温柔，我的泪水始终没有停过。我可以给你无尽的等候，取代你的融化些许的冷漠。哦，爱情的故事对我就像一场没有开始的梦。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不懂，只是一路上我们都在沉默。其实我不要太多的承诺，只要你能说声爱我。谢谢，来，让我们把热烈的掌声送给歌手方季韦，欢迎方季韦，好久不见，还是那么的美，声音还是如此的动听，经典的旋律又响彻在我们的耳畔，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10,000元。哦，太棒了，好好感谢您的搭档啊，真的好好谢谢好感谢我们的导演王导。好了，戴姐，接下来新的问题来了，继续前进还是见好就收？我见好就收了，真的。小妮，真的、啊、这么干脆、啊、那么多那个阿姨还等着等着我们。戴姐的梦想是能够给阿姨们再做一套新的衣服。对，因为我们要穿得非常整齐。好，那我们就听您的。对对对，见好就收。来，恭喜戴姐和她的姐�妹们今天一共赢取了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在这里要特别感谢有买好钻超划算的六贵福珠宝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谢谢，祝您工作顺利。哎呀，谢谢宝贝儿。六贵福珠宝开门大吉，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由买好钻超划算的六贵福珠宝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智能感应健康呼吸，本栏目由海信空调独家特约播出。好了，马上要上场的这位，他的梦想是什么？能否实现？掌声欢迎他出场。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也同样无法自拔，你说你却不会假装潇洒，却叫我别太早放弃他，把过去全说成一段神话，然后笑彼此一样的傻。我们这么在乎他，却被他全部抹杀，越疼他越伤心，永远得不到回答，到底他怎么想，应该继续猜测吗，还是说好绝望了吧？找一个分人失恋的方法，让心情好好地放个假。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
茶，就在地里画一个茶。好看吗？好听吗？好帅吗？来来来来来来来，三位大叔大姨大哥，好不好？看着状态这么年轻，来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们是骑士组合。为什么叫骑士啊？因为我们仨都七十多了。哦，今年我七十七了。好，今年我七十五了。今年我七十二了。今年我三十三了。所以骑士七十是七十的谐音。您是作为代表来答题是吗？对对对对。来，那您单独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大家好，我来自北京石景山区，是一名首钢的退休职工。那您的梦想是什么呀？我的梦想就是我的老伴儿跟着我53年了。我老伴儿从来没出过北京市。好，开门大吉，听说有钱呢。哎，去外边的世界，外边的世界逛一逛。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哎，那我们为您加加油，好不好？好，祝您梦想成真啊！实现家庭梦想，一起开门大吉。来，我们现在开始挑战，好不好？好，第一扇门是1000元，请按响门铃。对您绝对有信心，来吧。好。不是，我现在特别怕您喊一声歌名叫什么呀。别预备起、咱们工人有力量，到底对不对，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没错，咱们工人有力量，一起来听这个。对了，刘本义刘老师。修起了铁路煤矿，开凿的世界变样吧变了样。哎嘿，发动了机器轰隆响，聚焦了铁锤响叮当，造成了犁铸好生产，造成了枪炮送前方。哎嘿嘿嘿呦，咱们的脸上跑红光，咱们的汗珠往下淌。为什么为了求解放？为什么为了求解放？您唱的真棒。哎，凑合吧。您比我大好几岁呢。是吧？您今年多大？我今年就说77吧。77。哎，对。哦，那比你是大好几岁。我今年已经81了。对。对让我们掌声送给刘秉英老师，谢谢您，谢谢您，恭喜您收获了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好。王大哥是新中国第一代的钢铁工人，是吧？据说啊，王大哥自己跟我们导演说，啊，年轻的时候，不光是一位光荣的优秀的钢铁工人，而且是一个非常帅气的钢铁工人。这是您呐？哎，这不是那个过去旧版人民币上的那个人吗？这是我35岁的时候。好帅呀！那时候作为一个钢铁工人，那真是光荣，特别光荣，因为祖国需要钢铁呀。钢铁是第一位的，
没有钢铁，我们的祖国建设就发展不了。所以祖国建设离不开钢铁。好，虽然现在时光已经过去这么久了，但是您身上的那种，你眼神里的那种激情依然保留在身上。我希望您带着这种激情和梦想，在我们开门大吉的舞台上势如破竹，勇敢闯关，好不好？好，咱们继续走。第二关，来吧，来，请按响门铃。好，加油。没了，不是您还想听完呢？这歌有印象，哎，但是呢，二叔，哎，但是这歌名儿，您唱两句，说不定就出来了。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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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儿不知道什么词儿，您不知道什么词儿，歌名也出不来呀、啊。像哪儿的歌？草原的歌。继续。草原夜色美呀。他这一晃就不知道什么词儿了。哎，还是紧张。不是，不，关键是您最后唱出来那个词儿太重要了。草原夜色美。草原夜色美，到底对不对？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没错，一起来听。对，就这首。草原夜色美，琴曲悠扬的声脆，晚风吹送天河的星啊，汇入毡房闪萤火。让我们把热烈的掌声送给特伦，谢谢特伦给我们带来的这首《草原夜色美》，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门清啊！炼钢工人他又是一个既光荣又危险的一个工作， 对， 对吧？嗯，那钢花要溅到您的身上啊，溅到您的裤子上，嗯，溅到衣裳上。那就马上就一个窟了，不敢想啊！那是1000多度啊！哇，哎，所以炼钢工人呢，又脏又热又累，特别的辛苦，特别辛苦啊！不像现在，嗯，现在我们祖国都现代化了，嗯，坐在电脑那儿啊，摁电钮一操作就能炼钢了，对，不像你们自动化了，这是祖国的现代化给我们的幸福，没错。但是现在我们最关键的任务还是继续开门，您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下一扇门3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这首我不知道您能不能听出来，这首是大张伟啊。哎，好，您还挺好，
倍儿爽。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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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不仅对，而且我觉得您比大张伟唱的还好，他唱的是流行，您唱的是民歌范儿。哎呦，哎，就这个 feel 倍儿爽，到底爽不爽？来，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爽！好，哎，帮小孩来了。啊！就这个 feel 倍儿爽。哎呀，你还会跳呢。心是那么荡漾，心是那么浪，歌是那么悠扬，曲儿是那么狂，看什么都痛快，今儿我就是爽。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说事儿也就烦一会儿，一会儿就完事儿。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是事儿也就烦一会儿，一会儿就完事儿。就这个 feel 倍儿爽。让我们把热烈的掌声送给跳跳糖组合，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好，王大哥真的是特别的活泼的一个可爱的老头。不是，我虽然七十了啊，心情就是跟17岁一样。您心情是跟17岁一样？对对对对。您老伴儿心情能好吗？您成天在台上跟人骑士组合，他总是只留下点，他从不让您还姑娘姑娘的，您老伴儿对您有意见吗？老伴儿是我的后盾。真的？没有这个后盾啊，我能出去玩去吗？哟，对不对？您没想过您后盾对您有没有意见啊？我时常呢也得表现点。要咋表现？回家什么擦擦地了，扫扫地了，那倒倒垃圾了，抽时间呢买买菜了。哦，哎，不就成了吗？聪明的男人就得这样啊，就得这样，得表现好点。今天您那个后盾来了吗？啊，来了，来了，我们来认识一下好不好？连线第二现场，来，周群。小妮，今天后盾来了，而且来的这个声势特别强大啊。这边都合唱团成员，这位是那个合唱团的教练。这边呢是王大哥的孙女儿，她呀代表着坚实的后盾要说两句了。哎，奶奶怎么没来呢？我奶奶得在家里做后盾，我爷爷属于外交部的一个部长，我奶奶就是我们家的后勤部部长。我奶奶就是还是主要居家一点，就是家里的事全是奶奶做。对，我爷爷回家也干活，像刚说的也干活。表现别装一装样子。你得说说爷爷奶奶他们俩平时这相处的怎么样啊？没矛盾吗？我就没见着他们俩有矛盾啊。最重要的后盾虽然没有来，但是这几位我相信一会儿遇到任何的艰难险阻一定会挺身而出的，好不好？那我们就继续向前闯。闯闯啊，请按响门铃，加油。这前面两个音特别对，当当，想不起来咱们就求助好不好？别硬撑，求助吧，求助啊！来，连线第二现场，赶紧的。好像是那个简爱，谁的歌啊？
好像是张惠妹的。张惠妹的。那我们就开了啊。嗯，开了。您反正也没别的答案了，就这个试试吧，好不好？看您表情略显紧张，放松，笑一个，一二三，笑。笑得太爽朗了。好，强颜欢笑，这叫《简爱》到底对不对？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呀！对了，哎呀，我孙女真没白来，太棒了。人变了心，言而无信。人断了情，不会伤心。我一直聆听，我闭上眼睛，终于我挣脱了爱情。把爱剪碎了，随风吹向大海，越伤得深，谢谢，让我们把掌声送给崔兰花，谢谢，多好听的一首《简爱》，谢谢崔兰花的深情演绎，也要恭喜您，王大哥，您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耶！来，您老伴儿有没有跟您说过，老头子，你带我去哪儿去哪儿玩？我老伴儿从小就在农村，跟我结婚以后，嗯，还是在农村，嗯，伺候公婆，嗯，为我带大三个孩子，生儿育女，等岁数大了来到城里，嗯，他呢又带孙子，嗯，一天到晚就是锅台转，嗯，特别的节约，嗯，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嗯，哎呦，这老伴儿建设这小家庭功不可没，勤俭持家，勤劳又善良，所以在这里呢，借着央视的舞台，老伴儿，你辛苦了，我爱你。一句比一句刺激啊！哎，你平常说吗？没说过。平常吗？哎，今天，在我们今天这个舞台，算是把这心里憋着一肚子的话给说出来了。爽吗？爽，开心吗？开心。咱不能光有语言呢，咱得有实际行动啊。对，您打算带他去哪儿玩吧？5000块钱。5000块钱，如果不够，咱再走一个10000块钱。我心里没谱啊。没谱。所以您的决定是，见好就收。不管你们去哪儿，不管去远的还是近的地儿，祝你们旅途愉快，笑口常开。祝贺您收获了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在这里要特别感谢买好钻超划算的六贵福珠宝为我们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问候您老伴儿，好不好？谢谢小弟。谢谢王大哥。六贵福珠宝开门大吉，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由买好钻超划算的六贵福珠宝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此刻可以拿起手机进入微信摇摇参与节目互动，就有可能获得由买好钻超划算的六贵福珠宝为你送上的一份精美礼品。好了，马上要上场的这位大宝贝儿，他究竟是谁？他的梦想能否实现？掌声欢迎他出场。呀，好美啊，欢迎您。大家好。您好。你好，终于见到帅哥。你好你好你好，小心小心，来这里。哎哎哎呀，好美啊。来，您做一下自我介绍。嗯，大家好，我是来自青岛张素霞。张素霞。对，我就问您这么一个问题吧，您刚才说我帅。对呀。您儿子跟我谁更帅？都帅。谁更帅？都帅。张大姐的儿子名字那绝对是响当当的，三个字儿，黄晓明。黄晓明他妈今天来了。您的梦想是什么呢？如果有基金，嗯，那我就是想资助一个孤寡老人。嗯，如果我在这个舞台上，嗯，梦想实现不了，我儿子会帮我的。
哎呀，太好了！所以我们就祝你梦想成真，好不好？好，加油，实现家庭梦想，一起开门大吉！好，第一扇门已经准备好了，好，您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我好紧张。我怎么听您的笑声一点都没觉得您紧张啊？来，想按就按。您怎么一直笑啊？因为这个歌是我跟黄爸爸最爱唱的一首歌，特别喜欢唱这首歌。对，歌名，其他歌不太会，就会这个歌。真的？什么歌？康定情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爱笑的选手，每句话后面都要加一个康定情歌。康定情歌。对，您唱两句我才开。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摇。好了，想不起来。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没错，对了。这谁呀？哇哇啊！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短短溜溜的长伞，干净溜溜的车。给五洲星海组合，谢谢谢谢各位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别样的康定情歌，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1000元，这是第一笔。谢谢谢谢。刚才您就是小露了一下，唱了两句，我觉得您唱的还是挺不错。您是做文艺工作的吗？没有没有没 没有。那黄爸爸是从也是做都是企业职工。完，那家里还有谁是文艺圈的？有二姨。二姨是芭蕾舞蹈演员，全家只有二姨一个人是文艺圈的。对，然后下一个到60岁还在教学生呢。然后就出了一个黄晓明，对吧？所以他当年考电影学院的时候，您家里肯定没有反对，对吧？反对啊，反对，全家反对，全家都爱唱爱跳的，没有没有，全家反对。干嘛呀？因为是他没有离开过家门啊，没离开过青岛，对，没有离开过我的手掌心儿，一直。你敢逃出我的手掌心？对，一直是这样的，所以要出那么远的门，就家里都不放心。那最后你们还是放行了嘛，对吧？没办法，他有一天就是坐在厕所里边不出来了，也不吃也不喝，就不出来了。就是要考电影学院，就非得去电影学院。你们拗不过他。对，行，那我们就继续开门，好不好？啊，好的。这才第一扇呢，来第二扇门，请按响门铃，加油，黄妈妈。好的，好的。怎么样？我第一句就听出来了。这么厉害？来来来来来来来，第一句就是那个标题。您知道吗？我太喜欢您的笑容了。真的，谢谢。太开心了，谢谢。来，听出来了，您会唱吗？韩红的啊，
来吧来吧来吧，对吗？靠谱吗？歌名叫做来吧，韩红的、啊、来吧，韩红的来吧，对，确定吗？确定。那我就开了啊，来吧，到底对不对？来，借我你们的双手，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耶、yeah! 啊、来吧继续来听。来吧来吧来吧，多么逍遥，歌声优雅，哦，深情荡漾，来吧，嘟嘟的呀，哦的呀，嘟的呀的呀，来吧来吧，一起舞蹈，什么烦恼可以将我打扰，来吧来吧来吧，多么逍遥，歌声悠扬，哦，深情荡漾，来吧，嘟嘟嘟嘟嘟嘟，来吧来吧。我们把掌声送给孙丹，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多少？2000元啊、哦！太棒了！我每次看到黄妈妈的笑容，我就觉得说能够成长在这样一个充满阳光笑容的家庭里是件特别荣幸的事情。人笑到极端了，已经笑出眼泪来了，不停的，我以为是听到歌曲感动的，原来是一直是笑出眼泪来了哈。对，我们特意啊请一个人给您加加油。好，这个人呢、啊、刚才您说的话全都听见了。真的假的？来，小明。在哪？喂。Hello。在哪？喂妈。啊，小明哥你好。小明哥。对，我妈老叫我小明哥、因为他年轻嘛。你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介绍一下自己，您是谁啊？哦，观众也听得到啊！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我是我妈妈的儿子。哦，妈妈儿子，这个我们看出来了，妈妈从头到尾一直在惦记着你。那你说说，妈妈在你心里是一种什么样的印象？你觉得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妈妈？妈妈太伟大了，嗯，严厉的妈妈。妈妈从小都是把最好的、最好吃的、最好喝的、最好用的都给我。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小时候妈妈吃西瓜，她告诉我她不爱吃西瓜瓤，所以她把西瓜瓤都给我吃了，然后她自己啃西瓜皮。老记着这个事儿。那个时候我不懂，然后长大了才知道，其实大家都爱吃西瓜瓤，只是她不舍得吃而已，给我吃，因为那会儿西瓜贵。老记着这个事儿。然后还有就是我妈妈为了陪我上学近，放弃了她一份特别好特别好的工作，然后自己到了一个离我学校很近的一个地方上班，但是工资特别低。我记得我妈妈说，800块一个月，然后一直到我最后上学挣钱，都一直都是800块一个月。嗯，所以我后来发誓自己要努力赚钱，将来要好好的养活我的爸爸妈妈。是不是现在很多自己努力拼搏的动力，很简单，就是想让妈妈和爸爸过上好日子，对吧？对，因为我觉得我的很多的好的品质都是从爸爸妈妈呢传来的，然后喜欢帮助别人，不管自己再苦再累也要自己默默承受，然后永远都是要笑容对待所有人，让别人快乐，然后能够帮助别人一点就帮别人一点，就都是从妈妈那学的。你知道妈妈特别乐观，从开始到现在一直在不停的笑啊笑啊，刚才还是笑出眼泪，但现在我发现他笑着笑着又有眼泪了。你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眼泪？我妈妈的眼泪就像钻石一样珍贵啊。对，谢谢小明哥。有什么话跟儿子说呀？就是担心他太累了，嗯，别那么辛苦，嗯，别拍那么多戏了，别接那么多活了，要好好休息，多睡点觉。嗯、就是想让您二自然醒啊，跟那个baby 啊，都过二人世界。那你们呢？早生贵子。哎呦，这个很关键啊！来，早生贵子。小明，你能做到？你能做到哪一点？你先做到哪一点？我觉得要多点休息，才能多睡觉，多睡觉才能多陪 baby， 不是多陪 baby 才能
然后多陪陪 baby 才能早生贵子，是吧？这些事情都是连在一起的。你给妈妈加加油好不好？看看你用什么样的方式给妈妈加油啊！我已经答对两道题了，特别棒！我跟你说，哇，妈妈，你放心吧。那个你不是一个人站在舞台上，你是集中了我跟我们家人所有人的力量站在舞台上。当你不会的时候，就大喊一声：“小明哥，给我力量吧！”我就给你力量了。好的，谢谢小明哥。实在不行，还小明哥。我会加油的。谢谢。爱你，爱 baby。爱我们全家。真的是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你们这一大家子啊！谢谢，希望你们家的人丁兴旺，赶紧再多添一些新的成员，一些新的成员。努力啊，儿子，努力啊！虽然在拍戏，也得抽空努力啊，早生贵子啊！好的。好，谢谢小明哥，谢谢。掌声送给小明，谢谢。好嘞，对，哟，那有儿子的鼓励，我相信您现在心里肯定是更加充满了力量。对，那我们就继续前进吧。好，好不好？下一扇门，请按响门铃。加油！好。又笑，老笑。我今天挺有福气的。您听出来了？听出来了。告诉我，听到的是什么歌？草原上升起太阳。您这是答填空题的是吧？加油！让观众填空。歌名叫做。草原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对不对？对不对？对，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没错，加油。谢谢王妈妈，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啊，3000元了！小明拍过很多很多的电影，很多戏啊。您印象最深的是哪一部？我每一部都印象深，每一部我每一部都看好多遍。最让您揪心的是哪一部？两部戏揪心，两部戏，一个《龙票》，一个《白发魔女》。为什么？因为都出车祸，跟那个薇娅。掉下来了，就是龙票的时候，2003年，媒体已经爆出来了，然后他的脊突骨折了，他第六根脊突的，那个骨折靠着，挺严重的，非常严重，他还坚持一天都没休息，还继续拍戏那会儿，继续拍戏，他留了后遗症了嘛，拦不住，还有一次好像是，拍白发魔女，对，之前是吧？白发魔女那会儿姥姥都住院了，当时是腿骨折还是脚、哦、那个钢针在外边勾着、在这儿勾着一个四个螺丝钉在里边，两个钢针在外边，我就把这个片儿拍给那个我二妹妹看了，
然后他呢就发给姥姥看了，姥姥看了就住院了，揪心。那就多跟他说说，多安抚他，没有用，没有用，多照顾他，多跟 baby 说，跟 baby 说，跟儿媳妇说，baby 也是这样的人，他也是可认真了，哎，这我心疼死了。跟儿媳妇儿相处的还是挺不错的，当然，跟儿媳妇儿究竟有什么样的，我们一会儿再聊，咱们再开一扇门好不好？这有意思了啊！下一扇门您准备好了吗？啊，越来越有自信了，加油好吗？别放弃啊！还是有点紧张，别放弃，我给您力量好不好？好吧，请按响门铃。好，掌声送给黄妈妈，加油！有钱做不到。哎，您唱的是歌词对吧？其中有一句歌词是你有钱做不到，雨中寂静，确定吗？确定，一定以及肯定啊，对吧？这是我跟您说一下很关键，这是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您必须。5000，我以为10000了。嗨，够着急的。好吧，来，到底对不对，让我们期待。肯定对。开，我听您的，听门的，肯定对，是吧？来，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没错，雨中寂静。哗啦啦啦啦，下雨了，看到大家都在跑。爸爸爸爸爸，计程车，他们的生意是特别好。你有钱做不到。哗啦啦啦啦，淋湿了，好多人脸上失去了笑。无奈何望着天，叹叹气把头摇，感觉天色不对，最好把雨伞带好。不要等雨来了，借你又躲又跑。轰隆隆隆隆，打雷了，胆小的人都不敢跑。叹叹气把头摇，叹叹气把头摇，叹叹气把头摇。好，谢谢，让我把掌声送给糖果 girl， 谢谢糖果女孩给我们带来的雨中寂静。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爸爸今天来了吗？来了，来了。他是我助理啊，黄爸爸是您的贴身助理。对，我们的这位黄妈妈的金牌助理来了没有？来，我们掌声有请。他在哪里？在哪？往这看，往这看，往这看。小妮，给你看看什么叫国际范儿的帅哥。好帅啊，爸爸！真的好有气场呀！而且小妮，你知道吗？旁边的几位亲友团，这是外甥女儿、外甥、外甥媳妇儿，这是好朋友，他们都欢欣雀跃地听着这黄妈妈在说，只有爸爸特别酷，拿着国际大导演的感觉，冷冷地看着你们。哎，我们先不用装了，不是国际，是国际大助理，我们今天知道了。已经被揭穿了，您其实就是黄妈妈的助理是吧？但是妈妈一看就是大美人，年轻的时候美，现在还美。对，当时您肯定是对她特别呵护照顾，是不是？对，一般吧，一般吧。别说了，你还在那讲，你俩说，你俩说。刚才在中午我们在吃盒饭的时候，大姨夫还给大姨妈喂土豆呢。现在还喂呢。刚才就是我们在吃盒饭的时候，大姨夫来尝尝，说尝尝。尝尝大姨妈多甜呐！是不是剧透一下？好呀好呀。为什么小明那么有情有义的根源是在父亲这儿？当时他们两个都结婚以后。明妈妈天天上班下班坐着一个固定时间的公共汽车，然后明爸爸天天在那个工厂的一个窗户正好能看到那个汽车，每天在固定的时间到那儿去招手。哇，我的天哪，你们这是琼瑶小说啊，太浪漫了。琼瑶小说其实在车上是看不到底下的什么东西的，但是他就觉得你肯定能看到，他肯定能看到窗户，能看到他招手，他就每天在窗户那儿招手。他是不是要跟每个公交车都招手，对，才确认您在哪里啊？对，
太浪漫了，真的太浪漫了。就是黄爸爸就属于心里特别有爱，但嘴上就不说那种。我觉得特别较劲儿，山东老爷们都这样吗？真是。是啊。说一句甜的吧。你张富祥。对。普通话叫张富祥。嗯，然后呢，您说两句好听的呀。张去的。就这样叫。张富祥。不用。祝你身体健康，越活越年轻。这一点都不像当年挥手的那个柔情哎，怎么弄的？这什么意思啊？说的太官方了是吧？这个上一辈人这么多年已经习惯了，就彼此之间呢表达方式没有像我们年轻人这么浪漫，但是通过一个眼神、一句话、一个表情都能感觉到对方的浓情蜜意，这是真正的浪漫，对吧？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今天一开始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家里有俩宝贝，小明跟 baby 很幸福，好吗？祝你们永远幸福啊！哎呀，继续加油啊！好了，接下来继续走。好吧，请按响门铃。好，加油。加油，仔细听。嗯，我今天好幸运，咋的呢？又知道了？这个歌是小明哥的歌。小明哥的歌，小明哥的哪首歌？何以笙箫默，是不是大家不熟悉吧？只有我知道。妈妈对儿子的每一个作品如数家珍，真的分外的关切。所以您觉得这是小明电影作品的？我好幸运。一首《何以笙箫默》，确定吗？确定。《何以笙箫默》，这是您的第五扇门，到底对不对？让我们期待开门门大吉。没错。长亭连断情，儿女共沾巾。既然情色尽，何以笙箫默？孤帆远影碧空尽。等一场别离，衰老的别离，晚来秋风起，谁借凭栏意？既然出天光，何以笙箫默？此情耿耘，谁人说 ？You are my sunshine。谢谢谢谢，让我们欢迎歌手扎西顿珠。谢谢大家，欢迎扎西。我终于发现扎西、小明。还有我有一个共同点，就除了帅之外有一个共同点，知道是什么？什么？我们都有一个漂亮美丽的妈妈。因为这首歌曲是根据一首英文歌叫 You Are My Sunshine 改编的，就是你是我的阳光。所以我刚才听扎西在唱的时候，我就感觉说儿子和妈妈之间那种感情的维系啊，就好像是彼此的阳光一样，照亮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世界。谢谢谢谢阿姨，掌声送给扎西顿珠。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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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谢谢。好了，梦寐以求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啊、太开心了。黄妈妈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一万元。开心开心开心啊！开心开心！您今天绝对是我们开门大吉，老奶奶有福气。所以您是那位老奶奶心里的一缕阳光。现在您又有个新的身份了，就是当婆婆了。嗯啊，我没觉得是婆婆，我觉得是妈妈。啊，更比婆婆更亲，更进一步是吧？对，两个人处得特别好。对，真把 baby 当自己的亲女儿了。当然。所以她的戏您也会看。对。啊，评价一下这媳妇儿怎么样？我觉得我媳妇特别孝顺。嗯。
在节目里是一个女汉子，但是在家里边不是。挺温柔的是吧？非常温柔。我看她那个撕名牌撕的，我都没想到，你知道？我没想到。其实在家里是个乖乖女啊。非常乖，没事在家画画，写字，真的，很乖的，都不出门。哎呀呵，所以从那个黄妈妈的口里了解了不一样的小明和 baby， 对，对吧？对。刚才跟小明通话的时候，您说到了您的一个期待，就是早生贵子。有些爸爸妈妈呢，就是会把这话反复挂在嘴边说，不停地给他们压力。你们属于那种爸爸妈妈吗？没有，没有，因为我是从我生孩子的时候26，我觉得我特别小，我有时候累了我都哭。真的。所以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期待，就不绝对不会给他们压力。对，不会给压力的。这事情还是顺其自然。顺其自然，对。对行，接下来是第六扇门。继续。继续。继续。确定。继续。那来吧，给黄妈妈加加油。请按响门铃。别，好吧，行不行啊？行。没事，您现在回来还来得及啊。来，麻烦大家不要唱好不好？全场观众唱起来了啊！我没听到。我们要相信张妈妈、黄妈妈心中有答案了，对不对？没有，我真的没听出来。真的？真的没听出来。跟我开玩笑呢？真的没听出来。完全没有。当当当当当当。啊！真没想出来。好，来连线第二现场，赶紧的帮帮妈妈啊！这首歌是蔡依林的。啊，蔡依林的歌，大姨，今天你要嫁给我，接受这个答案，接受，观众都说对，嫁给我，那我就开了啊，接受，好，谢谢亲友团，到底对不对？1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对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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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一起来听。哇，啊，哦，这么多人啊，啥情况？情歌忽然充满意义，我就在此刻突然见到你。Take it away。春暖的花香带走冬天的凄寒，微风吹来依偎的爱情。I'm missing you, yeah。鸟儿的高跟拉近我们距离，我就在此刻突然爱上你。谢谢我们特别喜欢的白加黑组合，我们把热烈的掌声送给他们，加油加油！谢谢大家，谢谢，好，恭喜您，黄妈妈，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15000元，太棒了，好，黄妈妈，太棒了，太棒了，认真问您一个问题，好，您接下来。是闯不闯了？想要孙子还是孙女啊？嗨，
您是想要孙子孙女都要，都可以啊，都要好龙凤胎，对，太完美，都要好。这开个玩笑啊，我家有龙凤胎的屎啊，我爸跟我姑似的，有这个遗传啊。对，好，第六扇门已经打开了，第七扇门呢，给您回报一下。啊，还有，当然有啊，真的，两万，我诱惑您一下，两万，我不要了，观众要不要？不要，不要，啊、不要了。所以15000元咱们就知足了。对，您确定吗？止步，确定。见好就收。见好就收。您同意吗？太开心了。所以黄妈妈今天来到开门大吉，她的梦想其实是一个关于爱的梦想，想要帮助一位老奶奶，能够让生活变得更好一点。对，这简单朴素的愿望呢，希望在我们这个舞台上成为现实，能实现。那我们就恭喜黄妈妈还有黄爸爸今天收获了1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呀，谢谢、特别开心认识您。大吉，这就是今天的开门大吉，也借这个机会祝全天下的老人们，祝我们的宝贝们健康长寿，幸福安康，再见。是我和师们给我冲啊冲啊，我还是个大美人，哎呦，太帅了。